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这个时空裂缝17章第二节普通模式，中间左边有个荷叶的，那么绿把采取。这关的地形就不是很够好行的，那么所以建议呢派些长腿啊或者会飞的英雄。第五个回合我方结束行动时，维拉和 Serena 呢就在右下方增援我方的。这关就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呢就基本上不可能走得慢过这个西格玛和拉姆达的。只要在他们漫步上来之前将敌人杀光，那就 OK 了。那么祝大家顺利通关，拜拜。どうやら